宝玉在那个漩涡当中，因为他是中心，所以所有人都围着他转，那正是因为他中心，所以他出不去，互相制肘又互相的关联，让我非常记忆犹新。共读西厢的场景挺美的，那个林黛玉的演员，我觉得她演绎的那种有一点柔弱的感觉，比较符合林黛玉的这个气质。黛玉葬花，花瓣一出现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讶，当我们正沉浸在葬花的那个情境当中，然后整个的葬花池落下来，又一次的被惊艳到，很美很美，感觉非常美，真的特别好，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名著翻拍成芭蕾舞剧，这种创意是非常非常好。最最最最值得让我们惊艳的就是所有的芭蕾舞的演员们，他们真的是太优秀太出色了，不管是独舞还是群舞，我们都感觉每一个演员在里面没有一刻是出戏的，都沉浸其中。仿佛让我感受到从小读《红楼梦》那种感觉，能用芭蕾舞的形式演绎出来，我觉得就已经很让人惊艳了，而且能演绎的这么的唯美动情，还是很让人震撼的。贾宝玉在漫天大雪当中走的那一幕，演员的演绎能力特别能让观众引起共情，把最精华的部分都演绎出来了。